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。今天我要和志飞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现在中国人常常说的“躺平”。躺平就是我的理解，就是不要很努力、很努力的工作。这是我的理解，我不知道对还是不对。然后不是想着对，说赚更多的钱，然后变成一个更厉害的人，对，就是躺平，放松放松。对，对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现在在中国很流行这个词“躺平”，因为在中国，你在中国公司上班的话，有很多人跟你竞争。在中文里，我们叫内卷，就是你很累，对方也很累，内卷。对，所但是以没有呢，用，内卷是没有用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我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？就是比如说，只有一个工作，这个公司只有一个工作，有100个人想要这个工作，那100个人都要准备。100个人准备得非常非常好，但是还是只有一个人有这个工作，那浪费了99个人的很多精力，所以这个就是素青刚才说的，它没有用，你只是内卷，你很累，对方很累，所以因为内卷呢，那很多中国年轻人开始想，我很想休息，我真的很累了。我可不可以很舒服的工作？可能我真的不需要非常多钱，对吧？对，所以就有了躺平，就是你可以好好的休息。然后素清是支持躺平的，对不对？我支持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中国人一直以来太喜欢吃苦，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吃苦，有的时候这个变成我们的习惯，就是我们觉得我必须要吃苦。中文有一句话叫"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"，对不对？你吃了很多很多苦，你就会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。但是我们去反思，我会觉得，很多苦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因为中国人喜欢吃苦，我要鼓励大家不要吃苦。你去想一想，吃苦这件事情可能没有意义，为什么要吃那么多苦？你呢？我觉得很有道理。我想先问你，你觉得什么苦没有意义？太多了。OK，比如说吧，我看到我身边有非常多的人，我认为我身边有很多人就是他们吃没有意义的苦。比如说，以前我的姐姐她开饭店，就是路边摊，不是饭店，路边摊。然后呢，他们会开很长时间，他们会凌晨的时候也开。一般来说，可能就是晚上开几个小时，但是他们不是，他们是开一个晚上。对，那凌晨的时候，其实你不会卖很多。因为凌晨大部分的人都是在睡觉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就是他们看别人也是开的，所以他们觉得哦，他们也应该开。那我就会觉得这种苦就是没有必要，因为如果你因为凌晨开饭店，然后你的身体不好，你去看医生，你要花很多很多钱，为什么要牺牲你的健康呢？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苦是没有必要的，不是因为别人在开，你也要开。对，我可以明白素清，因为你的姐姐她的苦是因为我跟别人对比，我应该这样做，所以有可能她最需要的改变的是她的思维，就是我不一定要这样做。我的观点跟素清是不一样的。我的观点是，你的姐姐如果可以吃苦，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品质。就是不管她的原因是什么，不管她的结果是什么，如果一个人非常努力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品质。那有可能她需要搞清楚的是，
他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？那他可以做什么样的努力？什么样的努力是有用的？什么样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？然后我的观点是，我们都应该努力，我们都应该努力，是做有意义的努力，然后有清晰的目标。所以，对，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思考的问题是，躺平的目标是什么？好问题。我觉得可能我的想法是一直以来中国人没有时间休息，对不对？然后没有时间去生活，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，没有时间去生活。那我觉得躺平它有可能让你真的去生活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中国人非常非常需要这个，有可能，有可能中国人很需要这个。你想，你刚才说到的是休息时间，还有一种享受生活的态度。所以，如果这两个是根本的话，我们可以看，如果中国人很需要这个，我们可以拿另外一个国家，我熟悉的国家，比如说西班牙，是一个相反。西班牙人他已经有享受生活的态度，就是我下班了我就休息，我可以发展我的爱好，还有他们的社会没有给他们这些压力，你一定要年薪多少多少钱，你30岁以前找到老婆，35岁以前有2个孩子，他们的社会没有给他们这样子的压力，所以呢。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，西班牙人没有想怎么躺平，因为他们已经有工作和生活的平衡。对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有没有可能躺平不是目标？因为你看，西班牙人如果有平衡，他们不需要躺平，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才是目标，有没有可能？当然，躺平是一种方式，是一种方法，它当对，然不是目标。我觉得，可能你会觉得说，为什么非得要躺平呢？就不能两个都顾到吗？那在中文有一个词叫"矫枉必须过正"，就是当你觉得这件事情不好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走向另一个极端。就是当你觉对。得努力工作没有意义的时候，那你就会走另一个极端，就是非常消极的不工作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对，这个是很自然的。就是因为中国人太对，累了，所以我们选择了另外一个极端。那为什么我要鼓励这个做法呢？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关系，它是一个极端，它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。但是中国人应该休息，应该去考虑你到底要什么。然后我觉得躺好，平，我们可以从那里开始。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就是我理解的，就是你是推荐一种做法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完全改变你的生活方式，看会发生什么？可能你会发现，哦，原来没有钱也可以很快乐，哦，原来我可以发展其他的精神需求，而不只是钱，哦，原来我可以不听妈妈的话，我可以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我完全同意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做法。其实，我为什么不喜欢躺平，是因为我认识的人，他们觉得躺平是一个目标，就是躺平是一个目标。然后有一些人我这次回中国，然后就是有人就是。我就是听到躺平躺平躺平，到处有人在说。然后我的以前的一个朋友，一个同事，他会穿一件衣服，上面写着“早日退休”或者“躺平”，就是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个就是目标。我觉得有一点，我为什么我觉得不应该把这个当做目标呢？是因为我觉得是可能是那个是你那个阶段需要的，可是
但是如果它真的成为你的目标，你真的会快乐吗？我觉得人，我们之所以现在活着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奇迹。这个宇宙创造了我们这样的奇迹，不是为了我们躺平，不是为了让我们什么都不做。所以我想要说的是，我听到的是很多人说，这个是我的目标。我就是什么都不做，然后我觉得啊，那你可能没有搞清楚人生的意义。我相信没有人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都不做，舒服，因为我们的快乐，很多时候来源于 progress，就是进步，就是哦一点点进步，我让我一点点变得更好，这个是我们的快乐。我觉得很多时候，我让我们觉得啊。哦我活着是值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就是意义感，就是你会觉得躺平什么都不做，你不会真的快乐，因为没有意义，对不对？你每天睡觉，你不太可能真的觉得快乐，但是如果你去做有意义的事情。你可能才会觉得真的快乐，所以你觉得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躺平了，你担心的是他们不会真的快乐，对吗？我觉得。如果你的终极目标是躺平的话，一定不行。你可以看，就是有一些人他80岁还不退休，那是因为他非常有活力，他还在继续工作。但是有些人50岁开始退休，他们的人生，如果他们的态度是我就是从此舒服，等死，你可以看出这样子的生活质量和意义是不同的。明白。我所观察到的是，很多人觉得我就是想躺平，然后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你其实不需要躺平，因为很多人觉得哦，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躺平，那我们干脆就不要想躺平，有没有可能有别的方式，比如说换工作，找到自己的热情，创业。然后或者是做一些你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，发展一个爱好，或者是对，减少工作时间，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到你。所以我的角度是跟你完全相反。其实我不这么觉得。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的想法不一样，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的定义不一样。就是你觉得躺平是什么事都不做，其实我反而有不一样的想法。如果是我自己的话，如果我躺平，可能就是我不会为了钱很努力的工作，或者说我的人生目标不是变成一个特别重要的人、特别厉害的人，又或者说我不一定非要去做很有意义的事情。那比如说，OK，我现在不需要担心钱，我也不需要担心我的工作，然后呢，我停止努力。那我每天不是真的躺在床上，对不对？可能比如说我去种菜，OK，我去做蛋糕，我去弹钢琴。那你觉得这个是某种意义上的躺平吗？不知道哎，我觉得算是某种意义的躺对。平，你说的对，对，但是我觉得有人他可能觉得这样的生活让他觉得很舒服。我觉得我应该鼓励有的人没有更大的人生目标。我觉得改变世界的人是少数，所以呢，如果有人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做蛋糕、做饭、种菜、弹钢琴，我们不可以给他这个权利吗？当然可以，对，可以呀，对，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改变世界，对。那我想我们可以延展的话题是人生目标。对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高的人生目标，对吗？好，对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。好，那在下一期的播客，我和志飞我们会聊一聊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高的人生目标。对，如果你想看第期二部待，分，对，请你去志飞的频道"小瓜 Chinese"。哈哈哈，下次见。